当初去玩时喜欢的女孩来一趟。日用夜用都买齐了。你怎么还知道在日用和夜用啊？我。你是不是以前没少给别的女孩买呀？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嘛的呢？我开超市的呀。你是不是傻呀？我之前确实进过，但是在外面还是第一次给女朋友买。说什么呢你？你讨厌谁是你女朋友？你可不能忘了呀，你还欠做我一天女朋友呢。那你不也没说是哪天吗？行，你快别在这坐着了，再着凉肚子该更疼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咋了？我先回去干嘛呀？咱俩一起出来，不得咱俩一起回去，还得看片吗？哦，我明白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哎，不是，你干嘛呀？哎呀，你别管了，给你，赶紧围上。谁想到呀，还挺有肉的呀，钱可没看出来。你懂什么？我这要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。哎呀，赶紧走吧你。哎，教训每个心愿都是为你就算。哎，关门了啊。完了，小胖子。哦，你没完了是不是？教训我大庭广众脱衣服，衣裳那么多，就换了一句胖小呗。哎，这不逗你玩呢吗？你别生气了呗。哼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衣服我给你洗了，得过两天才能给你拿回来。不要了，送你了，哥有的是衣服穿。哼，既然某人有的是衣服，那这衣服我可就送别人了。哎，不行，你给我，这可是我等价交换的。行了，别提了，进屋换衣服吧。你就是我的小星星。